同心协力早办大锅熬煮腊八粥，纪念佛陀成道，马来西亚佛光人卯足精神。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东产区十个分会携手合作烹煮腊八粥，送往当地社区与民众结缘。我们这个锅出来要三桶，这个舀粥添配料，小心翼翼包装成箱。佛光义工、佛光青年集体创作，耗时多天，从备料、烹煮到分送，每一个细节都规划完整。希望好吃的腊八粥热腾腾送到手中，吃得暖心暖胃，平安喜乐。是青年可以学习到集体创作，从因为很多事情就是青年不会的，都可以从佛光会身上去学习。可以大家一起在做的话，集体创作，我觉得很开心，而且大家出一份小小的力量，然后就可以圆满整个。大家都是同心合力的之下，然后去把这个腊八粥烹煮出来，然后跟大众结缘。佛光人欢喜走出去，把腊八粥送到学校、慈善院、企业机构、菜市场等地，用美味传递佛陀成道寓意，让佛教文化进一步扎根大马地区。感恩佛陀当初修行苦恨的时候呢，牧羊女给了他这个米素，让他恢复了精力，继续的修行，来自悟道。首次十个分会集体创作，送出近20,000碗腊八粥，广结善缘。一年比一年规模升级，显见人间佛教在当地本土化成果，传递佛陀对众生的关怀与祝福。这位是马来西亚人家龙综合报道。